我们要散场了呢，吃完了。我走到里面。阿玲在辛苦啊，阿玲。好，我那个当家的，安排时间快。你那个吃饭，我随时都来安排。也会来。啊，我拢看我看林伯豪的面是看足久的呢。林伯豪是你讲。没听过领导，没听过领导阿公的那什么什么戏子金城武哟，王力宏，咱厝内没听过王力宏，王力宏，我咱戏子是王力宏外的，面子啊，戏子金城武呢，他是面子啊。哎呀，再一次，呀，金米花。哎呀，你家里有高枝啦，啊，你有高枝呀啦，哎，你有高枝呀，哦，哦，没搞弄，哎，你今天有没有照顾我们彩文啊？他吃令子。有哈。谢谢你哦，每次都帮我包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不来他看我漂亮，他不来就帮我上。第一次喝就这么厉害，一瓶黑色的，我好像一个人呢，不是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谁喝最多？谁喝？是我吗？最多嘛。还好啦，还好啦，你跟我几回再来？没有，这个如果我喝，我喝一罐，喝一罐的，我喝一罐的，好。这个我喝半瓶。慢下，如果喝啊。
说还有没有人给他们讲？给他做，做以后过年会更好加分。姐姐啊，你家我胖五公斤。胖五公斤哦，我就知道不勤劳。那还那么多？不勤劳。你没有来吗？没有。不勤劳。又胖了，胖五公斤，我胖到十公斤了，你看。怀怀兄，我告诉你，今晚我现在给你养得肥肥的哈，胖胖的，夏天我就给你抓来。卖卖卖！卖了，卖了，卖了。没关系啊，夏天忙的时候，夏天忙的时候你就说，哎呀，我太瘦了。你的奶是真的，给你拿。对呀，多喝一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卖卖，我吃掉了。再吃酱嘛。可以来六点多，我吃酱。你现在还都只喝咖啡些。啊。你喝什么？你的鸡米饭跟姐姐鸡米饭都吃了，都吃了。小财主哦，外小秘书哦，我是小帮手，外小秘书哦，来，对，干杯，我是小帮手，嗯，小秘书嘞，好好玩，哦哦哦哦，啊，过来台，啊，你个爆爆皮皮啊，啊，过来爆皮肉啊，啊，过来吸过来台。现在你赶快烧到很多，它很漂亮，你赶快烧吧。刚刚你开始你烧我很多，我漂亮对不对？烧到没我都很漂亮了，要讲。刚刚开始我今天过年腌了一天，好不好？对，是才烧香多些。刚刚有啊，一天来腌，一天我跟你随你喝酒。我们的五号等一下，呜呜呜，来什么吧？你不会呜呜了？真的，五号等一下，呜呜呜呜来了，我赶快。这个他叫啥吧？一个更旺盛哎，这个一个没有喝才安全。哦，来，耶，好棒！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你喝最多，好让你喝，不要急嘞哈。啊，还有一瓶呢。这个不要了，可以吗？喝这不好看的。对了，喝这不好看，这样都不好。啊，刚好，刚好，刚好。